在龙文化节上，我们表演的两个节目，一个舞蹈，还有一个表演唱，大放异彩，获得了成功。这第二期呢是我们在北美数日拍摄的 MTV《人类好运》，一会儿即将发布。第三喜呢，也是我们最大的喜，那就是维也纳艺术中心入驻新动力传媒演播厅，而且是新动力传媒的理事长及高管亲自迎接我们入驻，并亲自为我们揭牌。芝麻。